喺鴨寮街191號啫嘛。開頭我都唔知㗎，我喺上網查，其實我成日行鴨寮街，嗰樣嘢喺你身邊。
雲端科技真係好啊！即係你有時啲嘢，啲即係所謂難忘時刻，你要擺上擺上電腦嗰啲。因為他不是說跑得很好，標青的位置，因為他代理很多。